Hello， 大家好，多谢大家收睇 VIP Station 名人站嘅 YouTube 频道，我系 Maggie， 今日想为大家介绍嘅 YSL 617691，全个用咗小牛皮所造成，而前面烫金字系烫咗 YSL 个名喺上面，而个袋身系用 Y 字缝线嘅设计，而旁边拉链扣位系以金色直身 YSL 字样所造成，所以呢个袋款以金色拉链同埋链条所造成。衬翻喺黑色皮革上面非常型格，而打开里边咧，佢系得一格过嘅啫，但佢都会有翻个拉链暗格位，可以俾你放翻贵重嘢。就算落雨放把遮或者放件外套落去，都绝对冇问题。而且佢条金属链条除咗可以两条一齐兼孭之外，仲可以拉成一条，咁就可以变成一个斜孭袋，真系一物两用，非常方便。仲要系用牛皮所造成，咁就比较耐磨。如果大家想揾个实用啲嘅袋，呢、这个款式绝对系唔错嘅选择。如果大家睇完我嘅介绍之后，对佢有兴趣嘅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 了解一下。再唔系直接落嚟尖沙咀门市睇下佢嘅真身都可以噶。希望大家睇完我嘅介绍会中意佢啦，拜拜。